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《繁中》的原皮语音，其中有很多的台词是后来才加上去的，小伙伴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发现得到。然后想欣赏更多英雄语音，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或者头条号“伟哥解说”，然后回复英雄名称就可以欣赏到别的英雄的语音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个《繁中》的语音，我们下次再见。黄忠，强者恒强，是时候来发炸裂的开场了。一把年纪都活在了拆迁对面这件事上。呵哟哎哟跳呼，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。不老摧枯拉朽的力量，防水炮台那可不是吹的，将你轰成渣。看我的大炮不顺眼吗？抱歉，他对你的感受也是如此。来吧，互相伤害吧。来自长者的慈爱关怀已进了炮膛，好好感受一下温暖。老兵不死，只会逐渐凋零。年龄一点儿都不重要，关键看生命还剩多长进度条。霸道不就是非法占道吗？看我用炮弹开路。部队炮塔就喜欢这种不公平的决斗。一击入魂，优秀的机关值得以优秀的炮灰擦拭。在驯兽方面也有着丰富的心得。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忘记砸到你的头顶。